斩尽层林的火树丹峰，香飘满城的小试羊汤，五社火里的刀枪剑戟，农民画中的风土人情，绵亘悠长的冲水溶洞，珍奇灵秀的洞中湖泊，是本溪的声光画影，也是本溪的人文传奇。每当金秋时节，辽宁本溪万山红遍，但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矿业学院教授陈建平心中，掩映在漫山红叶之下的地质奇观本溪水洞，才是这片土地最吸引他的地方。本溪水洞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西部的太子河畔，是目前世界最长可供连续乘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景区。本溪所在的东北地区气候寒冷而干燥，出现这样体积庞大、景观丰富的溶洞实属罕见。他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古气候、古地理有着极为重大的学术价值，因此对于这个溶洞的探寻从数十年前就已经开始。20世纪60年代，本溪驻军某部军事工程勘察人员进入水洞，经过20多天的勘测清障工作，科研人员取得了大量资料。在政府部门的开发建设下，本溪水洞于1983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这个至今仍未完全探明总长度的溶洞，一直吸引着专家学者们的不断探究。长期关注洞穴研究的陈建平教授已经不止一次深入本溪水洞进行科考。这个地方呢是半纯水的，我们可以看上面没有水，下面有水。看到那个洞底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出水点，里面我们现在就是说只能看到那儿，那儿就好像到底儿了，实际上不是，它下面还应该有很多这个洞穴。洞穴内部的暗河水质清澈，水流汹涌，如此充沛的水量究竟从何而来，一直是陈建平心中的未解之谜。这个水啊，汇到这个地方哪去了呢？它实际上进入到地下了。包括我们降雨的时候呢，从山顶还有周边的这些小的裂隙，其实这些都有可能进入到地下。2019年，在本溪满族自治县政府的邀请下，一支集单绳下降、探洞、潜水等科考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探险队来到本溪水洞，对地下未探明的水源进行探寻。陈建平和科研人员对已知的水源补给点一一进行排查，最终否定了他们是暗河主要水分来源的推测。由于地表找不到考察线索，危险系数极高的潜水便成为此次科考行动唯一的选择。为安全起见，
潜水队在使用水下机器人进行初步勘探后，开始正式动潜。锋利的岩石极易割破潜水服，翻腾的淤泥则让水体能见度急剧下降。科考队员们等到泥沙逐渐沉降，能见度恢复后，有了新的发现。然后我们在进水以后呢，找到这个洞口，然后我们从这个洞口呢下潜，这个水深呢大约是在7米左右，然后我们再向前游动了大约能有50米左右，发现这个下面的洞穴呢就是逐渐的变得开阔了，而且这个洞顶呢也逐渐的在升高。那么通过深水发现呢，就是我们走到了一个地下半纯水的这样的一个洞厅里面。新发现的洞厅极有可能是本溪水洞的水源主要补给之一。根据这个线索，陈建平推测，它和地表对应的小汤河应该是相互连通的。如果能证明这一点，将对进一步探测本溪水洞的长度和水源地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个水是怎么流动的，我们做一个实验，就是木氨酸从这个地方投进去，我们在本溪水洞取水，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呢测着。为此，陈建平将连通试剂投入入水口，每隔半个小时取一次水样进行连续检测，说明它是二号水源。经过65个小时的等待，检测结果证实了陈建平的推测，这条对本溪水洞发育有重要影响的地质断裂构造带切穿了小汤河，在小汤河河床地段与北东南西向的一组断层相交，形成一条下渗通道。千万年来，小汤河水从这条通道源源不断地流向本溪水洞暗河。正是在无数条类似小汤河的河流汇聚下，本溪水洞形成了水源极为丰沛的景象。随着专业科研的深入，本溪水洞的地理学和生态学价值成为世界洞穴研究和当地发展旅游的宝贵财富。如今，本溪水洞每年迎来数百万游客，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钟乳奇峰景万千，轻舟碧水诗画间。钟秀只应仙界有，人间独此一洞天。今天的本溪水洞不仅是游览胜地，更成为本溪重要的文化地标。20世纪80年代初，年过古稀的中科院院士、考古学家贾兰坡，在本溪庙后山遗址工作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年庙后山遗址的横空出世，让贾兰坡异常兴奋，并给予高度评价。庙后山遗址的发现，等于辽宁省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也打开了一个缺口，新发现也会源源而来。庙山遗址是已知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地理位置最靠东北部的一个，它的发现证明在距今40万年前北京人在华北生活的同时，在辽东地区已经有人类开始活动了。1978年3月的一天，本溪山城子公社的人们在采石放炮时炸出了一个山洞，在洞中发现了大量罕见的动物骨骼。
当时在这个动物化石里就发现有个中古鹿化石，啊，这个中古鹿呢是中更新世时期的这个标准，化石，距今得有个30万年以前。省市县联合考古队迅速进驻山城子，对庙后山洞穴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发掘。根据1978年的考古数据，此处共出土人类文化遗物14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种骨鹿和三门马等76种脊椎动物化石，以及3颗人类牙齿化石。其中一颗残缺的古人类牙齿化石，据考证属于45万年前的晚期猿人，约和北京猿人同期，是中国东北发现的生活年代较早的人类之一，被命名为庙后山人。庙后山遗迹属于奥陶纪石灰岩地层中的洞穴堆积，自下而上可分为8层，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化石与石器，为研究辽东地区古人类发展以及古地理环境等提供了宝贵资料。2006年，庙后山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富的历史遗存。这个缝中间有那个有那个灰没？有应该有。前面有一点。那采石场就搁附近的。这点都是。本溪新城子古堡内，至今留存着《创筑孤山新堡记》建成碑一通，记录着明朝的拓边往事。公元1575年，为防御建州女真侵扰，明朝依照辽东总兵李成梁建议，在今天的新城子村建成孤山新堡。建成后的孤山新堡，城高连垛口2丈5尺，底厚2丈，门角敌台9座，俱用砖石包砌。这座堡垒对于明朝稳固边防和拓展疆域起到重要作用，并对本溪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06年，本溪设县，因周边有碑溪湖，得名本溪，并沿用至今。庙后山遗址的发现，让本溪载入中国古人类学史册。孤山堡的兴废，见证了这座城市成为东北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本溪湖的波光赋予了本溪灵动的色彩，这一水一洞一城，让本溪在长白山路的葱郁山水间谱写下不可或缺的篇章。农历正月14是本溪同江峪村一年一度的拜庙活动。
天刚放亮，一场古老而喜庆的社火就开始了。本溪满族自治县文化馆原副馆长孟庆鹤是本溪的一位民俗学者，研究本溪社火的历史流变是他重要的课题。本溪社火它的表演形式啊，就是在地面上表演，受到满族文化这个游猎民族的影响，随时随地都可以表演。本溪社火来自中原，也叫五社火，当地俗称五秧歌，在本溪已有百年传承。本溪一带是辽东战略要地，这使得本溪社火充满浓厚的战争色彩。三英战吕布、长坂坡等有关战争的剧目最为常见。开演后，社火艺人们率先排兵布阵，前将后兵，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刀来枪往，生动地再现着古老战场的磅礴气势。年过七旬的同江峪村村民吕春景自幼随父亲学习社火，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本溪社火风靡一时，每到正月，十里八乡都争相邀请吕春景和父亲去演出。过年时能看上一场社火表演，是村民们最大的期盼。前些日看了一下，仔细琢磨了一下子，但是我有些东西还不太理解。孟庆鹤找到吕春景，试图通过古老的布阵图和兵器道具，进一步了解本溪社火的艺术特点和百年变迁。第二个时候的话，这个浴场到定事儿，定事时候到这的话，那么中间亮相，亮相再回去。百年岁月，让本溪社火从音乐到表演都更为本土化。东北大秧歌的音乐替代了原有的山西社火音乐，锣鼓伴奏上吸收了东北地方戏曲中的急急风、乱锤的特点，在表演上完全采用东北大秧歌的阵势，风格的改变使得它可以和东北民间舞蹈组合演出，达到了又是秧歌又是戏的艺术效果。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本溪社火的观众和演员面临不断流失的窘境。为此，本溪满族自治县相关部门为重振本溪社火表演活动进行了多种尝试。办了什么？眼睛瞪下来啊！在学者们的建议下，吕春景在编排上加入更多新的娱乐元素，以适应时代变化。真刀真枪的打斗被具有舞蹈特点的动作取代，女性和年轻一辈得以不断加入，为本溪社火的延续增添着新的活力。我那功夫再大一点，哎，好，走。在外企工作的刘晶是目前本溪社火队里唯一的女演员，如今她已是一名成熟的花旦。刘晶十六岁的儿子邹祥九，在母亲耳濡目染的熏陶之下，成为了社火队里最小的队员。2008年，本溪社火正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吕春景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的本溪社火已逐渐褪去敬神祈福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娱乐和美学价值的体现。
每到正月，隆隆的鼓声中，社火队总会沿袭着百年不变的采街传统，为人们送去新春的祝福。优美的舞蹈，热烈的气氛，在充盈着烟火气息的田间地头，迎接着春天的到来。1931年12月25日夜，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突然对日军占领的凤城县城发起了攻击，他们一举捣毁了伪县公署、伪警察署，攻入监狱，解救了被捕的爱国人士和其他受难同胞，并砸烂了日本特务情报机关。此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对日本侵略者产生了极大的威慑。此后，这支队伍在凤城、秀岩、庄河一带活动，又进行了大小战斗近100次，成为918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队伍是成立不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它的组建者和领导者是时年39岁的本溪人邓铁梅。邓铁梅1892年出生于一个士绅人家，生逢乱世的他在动荡的时局中深感沦陷之痛。1931年918事变后，邓铁梅在当时的凤城县小汤沟顾家堡子组建东北民众自卫军，并宣布了抗日救国、保民第一、不妥协、不投敌、不扰民、不调戏妇女的约法3章和智勇仁信4大纲领。918事变后，本溪县被日本侵占，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激情。短短数月，东北民众自卫军的队伍扩大到1500多人，建立起了3个大队。在一次又一次像这样的殊死战斗中，邓铁梅率领着这支抗日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也让他成为了日寇的眼中钉。1934年，因叛徒出卖，邓铁梅被捕入狱，壮烈牺牲，临终留下了"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的豪言壮语。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邓铁梅烈士称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之后建立了以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的名字命名的铁梅支队。1934年，杨靖宇在当时的兴京、桓仁、本溪3县交界处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西河掌村大户蒋国恩主动拿出20多间房供抗日队伍使用，并为他们站岗放哨，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杨靖宇以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依托，率领东北抗联与日伪军作战300多次，歼敌近2000余人，成为辽沈大地的抗日旗帜。为永久铭记本溪大地上的抗战历史，2005年7月，经中宣部批准，本溪筹建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这把锈迹斑驳的马刀是杨靖宇率部转移时为感谢蒋国恩一家的帮助专门赠送的。在我们的恳求下，受伤者呀欣然把这把马刀捐赠给我们馆，成为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在张鹏一和征集小组的努力下，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的馆藏日益丰富，那些尘封的英雄事迹被重新激活，时时激荡着后人的心灵。邓铁梅原名邓古如，敌人对邓铁梅软硬兼施，用尽酷刑，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如今的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它和宋铁岩纪念碑、邓铁梅纪念碑、杨靖宇纪念馆等建筑一起，构建了本溪红色文化地标集群。当年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正建设起一座铭记历史、奋发进取的红色之城。选取体重在40至60千克的本地荣山羊肉，宰杀后入锅炖煮，用劈柴大火至少蒸煮5-6个小时。新鲜的羊血加入凉水和食盐搅拌，待凝固后切块，制成鲜嫩的羊血豆腐。加入葱末、香菜末、辣椒末等佐料，配上这种被称作牛舌饼的满足食品，喝一碗油乎乎、热乎乎、烂乎乎、肥乎乎的小试羊汤，是许多本溪人最惬意的事情。1987年，本溪羊汤非遗传承人赵海春在本溪小市镇开了一家羊汤馆，深受食客欢迎。羊汤的好坏，取决于这个选料，羊得好，水也得好。我们这个羊汤呢，是本地的荣山羊，本地的荣山羊从头到脚都是宝。本溪美食诞生的背后，折射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历史。本溪的碱厂镇是通往桓仁、宽甸、凤城、新宾等地的交通枢纽，小市镇东部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商贸重地。碱厂最早建捕于公元1476年，当时明朝政府为防止女真侵袭，兴建了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边长约1000千米的辽东边墙。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工匠、商人云集碱厂，使得碱厂成为一个商贸集镇。相传，碱厂人逢十为吉日的风俗，就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直到今天。碱厂商家富户为求神灵保佑，逢年过节都会宰羊献祭。祭祀之后的羊肉便被制作成了独特的碱厂羊汤。近年来，本溪满族自治县政府开始全面挖掘当地富有特色的美食。在这座满族人占比极大的小城中，品尝具有民族风味的特色美食成为游客们的首选。哎，你抓那个呗，这个大。哎，那个。这种名为蜡谷的生物生长在东北山地溪流中。蜡谷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本溪山间的清澈流水养育了这种鲜美的食材。用蜡谷制成的蜡谷豆腐是本溪独有的美食。将捣碎的蜡谷过滤取汁，
热锅、爆锅、天汤，快烧沸时倒入辣骨汁，就形成了类似豆腐的半固体，既有虾的鲜甜，又有豆腐的滑嫩，令人回味无穷。在当地县政府的扶持下，本溪建设了远近闻名的满族风情特色民族村寨小市义庄，带动周边商户100多家，沉淀在本溪人舌尖上的美味，成为这座城市无法淡去的乡愁记忆。年过半百的彭庆峰是田师傅镇太平村的一名农民，自幼喜欢绘画。地头吃草的牛，门口看家的狗，都是彭庆峰画笔下别样的风景。真正的艺术就在我们生活中，就在我们身边。以前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都在不经意中流逝。我就想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用画笔记录下来。通过不断学习和积淀，彭庆峰走上了职业农民画创作者的道路。他搬到镇子里，开了一家画院。乡亲劳作的身影，新娘头上的盖头，这些渐行渐远的民俗是彭庆峰创作的源泉。近年来，彭庆峰开始用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他心中的故乡。你看这个是不是有颜色，好多个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哎，就是这么个画法就点出来了。彭庆峰的成长故事吸引了许多村民加入农民画的行列，金淑娟就是其中一位。从来到田师傅镇学画到现在，已经有近20个年头。他笔下的花卉朴实生动，赢得了很多人的青睐。在政府的支持下，彭庆峰的燕东连环画创作基地成为本溪农民美术辅导基地。金淑娟所在的铁岔山农民书画院也已经有将近100名学员。2016年，田师傅镇政府规划建设了集农民画、剪纸、根雕等工艺品展销为一体的田师傅文化创意创业产业园，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产供销体系。本溪农民画已经形成了拥有300多名从业者的新兴文化产业。在这些农民画创作者们的笔下，家乡的天女木兰永远是不可或缺的题材。天女木兰，太古第四纪冰川期幸存的珍稀名贵花卉，是中国罕见的野生木兰属植物，是探索被子植物起源、植物系统进化不可缺少的植物种类。江远军在老边沟景区守护着这5000多亩天女木兰已经数十年了，他对天女木兰了如指掌。天女木兰对环境和温度要求非常严格，我们曾经尝试过把天女木兰移植到县里和区里，但都没有成功。所以有人说，天女木兰的花语是忠诚和纯洁。依托天女木兰特有的圣洁形象和文化内涵，本溪精心培育的老边沟花海已经成为本溪受欢迎的游览景区之一。
201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本溪满族自治县正式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如今的本溪林地面积达到413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77%。通过搬迁安置、矿山修复等一系列措施，一批融山水、红色、古人类文化遗址于一体的景区，成为本溪推动城市功能转型的重要助力。这座曾经的重工业城市，在本溪人的努力下，正迈向以生态经济、文旅经济并举的绿色新型城市。长白余脉，毓秀钟灵。高山一侧的本溪满族自治县，从一泓清泉出发，创造着万山枫红如诗如画的壮阔前景。从工业城市到旅游胜地，本溪满族自治县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不变的是溪水的绿色。铁岔山厚重不言，本溪湖澄净如初，太子河逶迤向前。本溪人在坚守与追求中，书写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未来。丹枫遍野，木兰花开，本溪一座优美如画的古城，正成为辽东大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